在下，江湖区小霸王于情，岂在混迹江湖，坑蒙拐骗，不能还能挨，你绝对是个人。我妹妹不懂事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我特别抗揍。对，他抗揍。在这个动荡的时代，什么才是最值钱的？军服。结果要定了，你就是一条给我办事的狗。 谅解投不出我的卢志山，你的野心有多大，就能走多远。他想独得我的最终大奖，10来亿元。等到曲终人散，就是我们出手的时机。咱们俩合计手来干的事，什么时候输过？没错。 天道之行，大道无名。我们要推举良善，也要惩处奸恶。学会可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利用我超凡的大能，为人为国家做出一份贡献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如果死一个不够，那就两个、三个。